大家好，我叫洋洋，来自辽宁省阜新市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爱我、宠我、珍惜我，美貌贵妃，就是我。啊！哎呦，燕子姐好，你好，王哥好，你好，洋洋，我又回来了，杨贵妃又杀回来了是吧？啊，我都想你们了。我就总觉得这最后一个名额应该给谁？给最美的，全程热恋最美的人。啊，是，反正是最后一个姑娘了。你说最美的，我们也不降了啊。我看灭谁的了？呀，四号图图，哎呀，好可怜呐啊！哎，我两个手都没挡住啊。啊，你洋洋为什么要灭我呢？因为你眼神不好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你不选杜美丽是最美的吗？我感觉你的眼神跟我这个品味不是一个档次，所以不好意思。哦，有病。十号燕鹤，因为点啥呀？不喜欢你这款，我喜欢大方干净白。能说点好话，让心里得劲啊！最后一期了，没事，你个儿还挺高的。没有，土土还不如你了，行吧？突然发现了，姑娘们站到上面的时候，这话都不多。对，怎么站到这儿，现在全都这么厉害呢？是是是哈，那十六号那个，你站在那儿的时候，我记得话可少了呀，你洋洋。那十六个人，他不可能总抢到我，我说话还吭哧别肚的，就慢慢，然后抢不上拍儿，所以说降不过杜美丽那是正常的。但今天是我主场嘛，没人跟我抢了。好，你看看，来看一下场上小伙子对谁感觉最好。选意中人，燕子，你这个笑感觉太神秘了，很神秘是吧？能提前透露一下，杨洋选择的意中人会是谁呢？很特别呀、啊，给一个提示，让我们也有个注意，是个男孩。哎妈呀，你说啊，这整的还挺神秘啊！这后边俩好兄弟魏征洋洋都落翻了，干净白。我感觉他们没有一个符合的。我是不是比他长得好看？咱脸上没有那苍蝇膀子呀？你还有啥挑的卖招子？千万别走开啊！咱广告回来看。杨洋选择的意中人会是谁呢？很特别呀、啊。给一个提示，让我们也有个注意。是个男孩。十六位小伙子，王哥能做的就这么多。对对对，好，来看一下杨洋生活当中的状态，一起来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美杨洋，老家来自辽宁省阜新市，我现在居住在沈阳。啊，我在沈阳已经待三年了，给你们看看我的小屋。进来进来。在沈阳第一份工作是高铁乘务，第二份工作呢就是地产，但是这个地产呢因为全程热恋要入职，所以总请假，所以现在工作就被辞掉了。全程热恋你要陪我，在大家的印象里呢，我可能是一个话不多爱笑的一个傻白甜，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我可是一个大姐姐。姐呢也有善解人意的面，有时候朋友向我借钱，因为不怎么熟悉，但是还抹不开面子，就只能把钱借给他。大姐呢爱做饭，也会做饭，手艺那是相当的好。吃，多吃点啊，饿坏了都。你怎么后咸后咸的呀？
行就吃呗，你不吃站嘴吃。我做饭口重啊，爱吃不吃。哎呀，这相当有性格了，这做饭口重爱吃不吃啊，反正就这么回事了啊。七号的一名，一说到做饭这个问题吧，然后看杨洋现在做饭做的确实挺厉害的。杨洋做菜特别喜欢放酱油，他不管做什么菜都喜欢放酱油，放的特别特别多。每次我们去他家吃饭的时候，那个菜都是黑乎乎的。然后我想说一下，就是我妈在家做饭的时候，我妈做饭就是最难吃的。就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哈，就我妈妈就是包的那个包子，就是几乎都快吃没了，还没看到馅儿呢，就是那种。然后还有就是，比如说就是今天炖茄子哈，然后说上顿子还有剩的饺子馅儿，然后没有包完，然后就扬在茄子上面，告诉我说这是肉末茄子。我家那个调味品呢，就是只有盐，而且还是大粒盐，就是一咬嘎嘣嘎嘣响的那种。就是说女嘉宾挺好的，你就觉得他炒的那个菜齁咸蘸水吃都比你妈妈做的好是吗？应该比我妈妈没毛病啊。就我为什么口重，因为我家全家人都口重，口重才能生出我这么美丽的脸。你俩可不能传递这个歪科学。八号张老师，我刚开始接触这个杨洋的时候吧，她并不是这样的女孩。不是，老人都说我旺夫，这旺夫。他不是这个状态呀、啊，他根本就、啊，他啥状态？不是短片这种状态呀、啊。啥时候？而且我看你那个短片，你说你做饭，那家伙做这个饭，你做这个饭人家不好吃，你这家伙啊不好吃不吃，蘸水吃，蘸水能吃吗？你会做饭吗？不会做饭你吱啥声啊？咸就吃了。我干啥不会做饭呢？我会。你会做啥？我会炒鸡蛋。你会？炒鸡蛋，你一年四季吃炒鸡蛋吗？我家开饭店的，我不用天天炒啊，我自己休闲的时候我炒个鸡蛋，我不休闲的时候我天天在我家店吃。那你就没资格评论我，我会做饭，你不会。那你就这样式的，我一会儿再说吧。杨洋，你想揍他就成功了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。但我觉得杨洋会喜欢他这种的。浩斯，你就说，此时的杨洋跟上一次你来时候，他站16号时候那杨洋一样了。这家给我觉得，也不知道是从内心真觉我呀，还是说怎么的？他刚开始在台上的时候温文尔雅，这站着不动弹，表白，带我走这个那个的，现在。哎，我灭你灯，我就这样，你怎么怎么样？哎，我妈，吓死了！完全不一样了啊！根本就是两个人，两个状态。对，你看，好，第一个短片啊，来看第二个短片。就是刚刚那个杨洋说他就是那个长，只要长得帅的，就是犯了错误他都会不计较。但是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假如说你男朋友很帅哈，就是长得特别好看，然后但是他有很多不良嗜好，像什么吃喝嫖赌抽、坑蒙拐骗偷什么的，你能受得了吗？不是说长得帅就可以代表所有的，那孝顺必须得有，你没有事业心，你长得再帅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我还是会看人的。八号张浩斯。大个儿，身高183，大个儿漂亮白，帅大个儿帅白，干净又有才，大个儿干净白，帅有才。蒙圈了，你说的，你再说一遍你的择偶标准。大个儿干净白，孝顺又有才。孝顺我也孝顺 ，DJ 我也是 DJ 有才，喊麦我也会。大个儿占了，干净呢这么丑也占了，帅呢。
差那么一丢丢吧。占了，这里边占了，这里边你瞅瞅。啊，你那脸。占了，好好瞅瞅。等等等等，你那脸，苍蝇在你脸上都崴一脚，真的。那个，江浩斯，你这算是给自己拉票吗？我感觉好像多少沾点关系我。你有没有发现他怎么这么自恋？啊，你说了这么多，你觉得他所有的这个标准都是？我感觉是，你看这些男嘉宾都是站在这个正选上的，是吧？我感觉他们没有一个符合的。我总觉得我这个个头在这，我长得也挺好看的。谁说话呢？我是不是比他长得好看？你看这些男嘉宾都是站在这个正选上的，是吧？我感觉他们没有一个符合的。我总觉得我这个个头在这，我长得也挺好看的。谁说话呢？我是不是比他长得好看？看我，大个，大个。干净，我也挺白呀。你白啥呀？那黑土豆子。我觉得你那黑不溜秋才像土豆呢。我看我这脸多细吧。你那脸也有坑啊！我在这离这么远，我看着那坑搁那搁着呢。我可能一俩坑仨坑，你那是一堆坑。我这一堆坑一填粉就埋上了。来十三号小月月。你说你俩搁那比大个白的，我这个虽然说不咋太高，但是咱白呀，咱脸上没有那苍蝇粑粑呀，衣服也挺白呀，对不对？那你还有啥挑的没，张哥？小月月，你喜欢姑娘？你喜欢杨洋什么？你上场的时候，我觉得你那时候有留意到杨洋了吗？他今天跟场上一样吗？今天跟场上不咋一样，今天我瞅挺彪的，挺厉害是吗？对，关键我不就得意那厉害的吗？我也是，我也稀罕厉害的。你寻思啥呢？你们要说这话，八倍五都不带出息的。哎呀！八号张思，他不当初选的美惠吗？那怎么美惠十二号性格你感觉彪吗？那天的事咱不要谈，今天我喜欢你这样的，完事儿啥也别说了。好，我现在看到是一号哈、六号、七号、八号、十三号、十四号、十五号啊，小伙这个认可的不少啊。来看第三个短片，回来之后做选择。洋洋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，自己手里有钱都会给家里打过去。洋洋睡觉的时候特别的爱磨牙放屁，他放屁的时候都给我家狗下一曲子。你这个是什么好朋友？损友吗？他好像来了吧他。我肠胃不好死。你看你这个损友太气人了，我不找的好了，不找的好了。嗯，好，第三个短片过后，我看看场上，一号、八号两个小伙的灯亮着，亮灯的一号没什么意见，坚持到底。八号张浩斯，我想找一个就是温柔带点狠的。他上次是太温柔了，现在呢，我感觉他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感觉洋洋喜欢那种能降得住他的。然后我觉得张浩斯那个劲儿洋洋会挺喜欢的。好啊，来，那掌声有请一号刘小龙，八号张浩斯，有请两位全场热烈。两个小伙都是为你亮灯的啊。洋洋问一个你想问的问题吧。其实吧，我想先问张思，就是你说你的心动哈、当初选的是美惠，李美惠就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，你为什么现在又喜欢我这样类型的呢？这个事儿吧，我也就说过了好多遍，包括我下台有很多人问我，八号这个王景琦他那么喜欢你，你为什么不跟他走？你为什么喜欢李美惠？当初我上台的时候我也说了，我说选择李美惠是因为当初我来全程热恋，我不知道选谁，我第一次非常的盲目。还有一个，为什么不选王景琦？因为我在台上很明显的说了一句不喜欢。所以说今天杨洋问我，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昨天的事情可能是过去，今天我在这里喜欢你是今天的事儿，跟以前没有关系。带点小狠是不是？对，温柔带点狠啊。我觉得杨现在肯定挺得意的，因为一开始他不是拒绝他了吗？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，如果说我们成功牵手了，在私底下交往的特别好的话，你们在考虑想在多久之内结婚？我想一年或者一年多吧左右，这个时间段。那张浩斯，我是
如果我赚钱了，有钱了，有足够的钱可以结婚，随时随地可以结婚。如果说我赚不到钱，那么也好，就是互不打扰。很感人这句话，真的是。他比较触动杨那个心里。浩斯呢，有一个问题很关键，假如你们结婚之后的某一天突然有什么变故，没有钱了，怎么办？如果说结婚了，不可能分手了就。如果说结婚的话，这个问题就不再可能。就算我穷死，我也不可能饿他一口。好，杨的性格，就算两个人结婚了没有钱的话，杨也不会觉得怎么样的，大不了重新开始呗。那两个男孩的回答都听到了是吧？听到了。不是，我也想先说一句，就抢断一下。你一直在抢戏呀、啊？是我一直、我就想抢，我想送给我对面这个女孩一首《麦》，这首《麦》包含着我想对她说的话。我想在你的身旁做你最亮的光芒，我想走进你的心房做你最帅的新郎，第一初次遇见你，我想走进了你心里，我想给你了最美婚礼，给你一生的惊喜，第一初次遇见你感觉不是很讨喜，可是为你迷失了自己，爱你却在我心底，我想只有了你陪伴，陪我了海枯又石烂，我想只陪你浪漫，陪你了平平又淡淡，我想让你跟我走，跟我走吧，跟我走，洋洋做我女朋友吧，洋洋做我女朋友吧，丫丫做我女朋友吧，丫丫做我女朋友吧。五秒钟倒数计时，走到你喜欢的男孩对面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林国龙说一下，龙哥，你能不能把你的位置借我一下？啥呀？我希望他能够重新让我站在16号，他重新牵我一下。哇！哎呦！好，谢谢小龙，好吗？谢谢小龙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掌声送给小龙啊！他以前是当着全国的观众面拒绝我的。我选择12号。我希望他会当着全国观众面再把我牵走。接下来，小伙子要做出你的选择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我喜欢你，可以跟我走吗？可以跟我走吗？你能对我好吗？我不对你好的话，天哪，你